咱的生态哈，即摆政府有咧提倡一个，哦，这生物的多样性，生物的多样性，就愈侪项生物对咱的社会环境、对咱的环境愈好。是安怎呢？你啊，关你的生物啊，种动物啊，啊，愈来愈专业，愈少项，对整个环境是足不利的。因为生物的种类会越来越少，所以一个族群一个族群，那愈来愈大，就影响到另外一个族群的生存。啊，这个生存就是愈来这个生物就愈少，所以在咱的反过来底吼，这生物的多样性吼，生物的足侪项性吼，是足要紧。啊，毋是干咱鸟啊哦，像咱的鱼啊，咱的鱼啊，咱即摆五谷鱼嘛，足厉害啊。但即摆上厉害是啥物？泰国鲤鱼，你知影泰国鲤鱼无？泰国鲤鱼一世界都有。泰国鲤鱼哦，即摆走入去到增温水库，或者鱼湖啊。我呢，这湖啊，触礁足大。咱们水库因为无天敌啊，伊个足大只，或者鱼虎啊，咱们哦，这鱼虎是啥物？迄个泰国鲤。啊，这泰国鲤偌厉害啦！这一窟水，中间是路。伊这个泰国鲤会当爬起来，这个路顶啊，蛇蛇爬，甲爬过来，另外这个。啊！你看，看这水哦，这臭高高啊，伊那鱼拢死了了，太可怜了，死。所以，环境有够好，有够厉害。啊，再来，咱的一个危机了，对，伊个较危险的就是，我甲恁讲过啊，这垃圾鱼啊，粪下、粪色鱼。咱较早咧水族馆啊咧饲哦。哦，饲鱼啊，好，咱会饲一只粪扫鱼，讲伊会落下底把粪扫食掉。结果呢，到遐粪扫鱼咧食粪扫的，无遐无一只。粪扫鱼就是较早鱼啊，共款抢的好食，伊哪要甲你食粪扫？啊，咱这无效，这鱼啊无效。啊，这结果嘛无爱饲啊，就甲粪扫鱼都飘去。所以咱嘞。就无水库啊！哎，咱嘞，迄个日月潭啊，目前上严重的是粪扫。哦，佫大只，佫无效，啊，佫粪扫鱼啊愈多，其他鱼啊就愈少啦。哦，这个叫生物的多样性。台语哦，生物的足侪项的性吼。啊，恁知影，咱即摆政府咧。咧主要咧推荐的吼，就是要生物的多样性吼，来减少、减少外来的种。外来的种有鸟啊，有鱼啊，有足侪野草嘛是呢。那有时候曼泽藤哦，那是植物呢，伊哦把上头是做园艺的啊，啊什么种足侪，为了过来就拼。结果平到看啦，规山顶拢死啦。所以呢，家己政府吼，就买出足侪钱，你去甲我买，甲我挖，挂下来一斤偌济安尼，看会当消灭袂安尼啦。哦，这是外来种，足大危机啊！哦，啊，咱即个到这小休一下。